我家表哥找你找疯了，他不是跟你有三日之约吗？快点，所以他开了发布会。说什么？苏打基金会的事？那我真找错了？大哥，你算哪根葱啊？我是来治结巴的。我是刘邦，我是刘邦。据我推测，他应该是被这根银针杀死的。废话。我跟你说，我是警察局的大探长，你不能在大庭广众这么对我。警察局的探长是什么呀？你敢选我？行了。